团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新做了一个抓娃娃机吗？我试试能不能用。娃娃机好，撕纸团呀，我最擅长了。哎，我也来帮忙。命喽，这个迷你抓娃娃机还挺好用的。那当然啦，哎，又加一个。哇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那我玩玩去。哎，我先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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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这个迷你抓娃娃机先给大仙儿。啊，耶，给你。好，小黑你别伤心，我现在再给你做一个。太好了，胖妞，赶紧给我做吧。好，做这个迷你抓娃娃机需要吸管、双面胶、彩纸，还有一根小铁丝。第一步，用吸管呀、把彩纸给它卷起来。纸筒用双面胶固定，然后把吸管弯曲的一头给它粘住。拿出胶枪，把吸管压一会儿，等它凝固。差不多了，把纸筒给它套进去，然后从尾部开始剪吸管。吸管剪成四瓣。剪好的爪子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用铁丝固定。铁丝一分为二，从中间给它穿过去，这一根从这里穿过去，形成十字形，用双面胶给它固定一下，绿色的彩纸再包一下边儿。小赵是不是快完成了呀？还差最后一步就完成了，包好边就可以啦。哇，这个迷你抓娃娃机好厉害呀，每次一抓就能抓到。那当然了，这比真正的抓娃娃机还好玩呢。小黑，要不咱们两个比赛吧，看谁抓的又快又多。行。